现实的问题了，因为你看看今年几个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相机性能单位满等和酒瓶就跳出七个条件好一点。
而且面对一整部国
国家机器似乎还显得有点天真，但在背后支撑这种天真理念的却是一种更加简单的理由。在报道最后，抗争者 Wilson 说，之所以现在坚持，是为了未来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说我们至少争取过，而不是一走了之。那好，现在我们进入新拍活动环节。这两天呢，看了好多观众留言，醍醐灌顶，非常受启发。还有一些观众给我们写信，表达对节目的支持。其中呢，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、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徐文丽先生给我们写信说：“大宇，向你和你们团队致敬，辛苦了，你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”在这里非常感谢徐文丽前辈的认可和鼓励，也谢谢您在百忙之中给我们写信，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节目办好。那同时呢，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，应该也是前辈。从姓名的拼写来看呢，可能是姓温，温先生。他给我们留言说：“大宇你好，我是台湾人，中华民国国民，我前